九尺长270公分左右啦。被拖出来的山药真的是非常巨大，就像一个人形平躺，下半身还有笔直的两条腿，还要三个人才能抱得起来。住在嘉义中埔的农民种了19年，这是头一次打破自己的种植记录。都开始种到今嘛都。无种到真大条、真水的，形体水，骨大条，55斤。我以为是一个树的。大家看到人形山药都啧啧称奇，因为长度约270公分，直立起来比人还要高很多。山药的名称是台农五号，又称为红龙山药，一台斤可以卖超过100元。我是种。保留这个品种，我也要等种期安尼尔。农民说，就怕红龙山药断种，选在每年清明节前后种植2-3株来传宗接代。没想到种出超大巨型的人形山药，市面上摊商对这种山药也因为形状对它特别有印象。上长的哦，哦，200有嘞哦。滴嘞以外有无？那本事钱啊！一颗一颗颗颗，要另外做第一头啊呢？你啊，刚讲要种的蔬菜一款哦，弯弯翘翘。因为形状特殊，加上体型巨大，切开后又是紫色肉体，特殊的红绒山药，这回又以形体获得版面，也让农民觉得很有成就感。记者侯国文、张顺华、林智慧嘉义屏东综合报道。